家好，我们现在的位置在台东最优秀的景点铁花村。那在我身旁后面这栋小屋呢，它以前是台铁的旧合作社，现在我们集结在地的许多艺术家，把它变成一栋会唱歌的房子哦，让我们来一探究竟。那在房子的周围都有相当多的艺术品，那这是我们有一个铁花意象的铁风扇。因为我们每个礼拜三到礼拜天都会举行音乐的演出，所以我们这门口也有吉他弦的这种音乐元素在上面。这里就是我们的小屋，那小屋呢就是一个与人零距离的空间，你很容易在这个地方看到一些认识的朋友，他们也会来这里玩音乐，像这位小姐。非常期待这次小屋畅游，黄介维和葛洛丽可以穿着短裤跟夹脚拖一起感受我们这种零距离的接触。那也欢迎许多朋友们在4月18号的时候可以来我们这栋会唱歌的房子参与这次的小屋畅游。所以请你保持健康的身体，努力的我着。